有嘛？不能做也会脱皮。哎呦喂呀！哎呀！他那个，呀，别！今天比较轻松啊。我来介绍我们布农征婚，征婚最有价值的男人是关公。目前他38.5岁。希望你有啊，希望帮员工征婚啊。对对，报一下条件。一旦成功的话，出资由布农卡利波恩企业社来赞助。你们什么条件啊？征婚的条件？只要对我好就好了。别那么凶。年纪差不多不拘。 二十岁以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比较不会讲国语，我来讲，他希望是在40岁到70岁有老人金。说可以少奋斗10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帮帮介绍一下，可以。比较慢是没有可以的，因为他在家里是很老实的一个人，他只要一在家，一到家了以后就不会踏出门外，所以房间，所以他比较没有跟大家亲近，所以他真的一个很老实的人，顾家型的，对。 65岁到70岁的，希望好好好，年收入50万，增一增，20岁了，不要那么这样嘛。哦哦哦，哎，要声音啊！嚯嚯嚯，嚯嚯嚯，这么舍得，这么舍得，嚯嚯嚯，嚯嚯嚯。 MIT 台湾之成功。